天，我就要让大家亲眼见证一位卖水果的安迪也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，并成为女皇世纪的创办人。这就是我的成功。女皇世纪，女皇世纪，女皇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相信人性本善，还是人性本恶？为什么这么穷啊？穷人啊，没有靠山，没有未来，更加没有选择。有什么事就冲着我来，不要叫我女儿。我告诉过你，人心本恶，今天你主宰不了别人，明天别人就主宰你。你不用说那么多，我要的是钱，还钱啊！我是真的爱你的，你难道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做出会让你后悔一辈子的选择了。我的人生已经无法回头了。你还年轻，你回去吧。我想让你知道，相遇就是缘分。我可以吻你吗？就凭你这种货色，你还真的以为尚恩会看上你啊？死穷鬼、啊！你以为你自己很聪明啊？外面的世界你见过多少？等下你被人家骗都不知道啊！我不会再像以前那么穷。这个社会里，钱才是最重要。芳华好像变成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人了。既然他那么无情。你也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在他身上了。住手！丽芬迟早知道你的真面目。原来你一直以来是对我很不满意的是吗？口口声说什么姐妹姐妹，根本一直以来都看不起我。这将会是一个定时炸弹，随时就爆炸。我就看谁先爆炸。这个游戏我不玩了。我玩不起。当初是你自己心甘情愿自己要插一脚的。难道你要看到我去跳楼才看见吗？不要动不动用死来威胁我。现在的诈骗集团啊，真的很没有良心，连一个安哥都不放过。想把我输掉的一次过赢回来，就算变成一个埋没良心的老千，你也可以。我可以。 Astro Original Series 诈骗女王10月6日晚9:30 Astro AEC 及 Astro Go